一样。完一半了，下午还打瞌睡。还是择日。再者，我就上午讲过，寡妇年是不是不宜结婚？寡妇年，他不是说你连整个都不宜结婚，一般人都避讳讲过寡妇年，但是你可以通过择日的可以选。那寡妇年一般最好择双日子，双月。算了，明白吗？别急，别择什么淡月淡日。结婚呢有个特点，一般人都不急，比较喜欢什么双数，懂吧？双月双日，包括寡妇年也是一样，双日，尤其是阴历啊，因为图什么成双，对不对？一般不宜选择淡日淡月，为什么？那容易落单，是不是？结婚是两个人事儿，你落单儿完了。所以这个应该考虑一下啊，就是结婚的正日是阴历的双月双日。这是一个习俗。另外还注意啊，就是正月不宜结婚，明白？就是一月不宜结婚，所以选择日子不要急，那样是他正月结婚，那是怎么有孩子没办法，是不是？要不然就生下来，所以只好选正月。那么应该提前在腊月前结，对不对？是叫正月嘛，对不对？他有的就是叫亥催，就是什么，有的是奉子成婚呢，不是这个奉。奉子成婚，什么叫奉子成婚？有孩子了，没办法，是不是叫奉子成婚？八字日时柱，见什么？见男的是见妻和子而行，女的是见父和子而行。这种时候往往就是容易父子奉子成婚。结婚时候就怀孕了。还有的人是奉子成婚是怎么事儿？急的怎么事儿？这是跟别人有了，但是别人是有夫之妇，没有法嫁给人家，怎么办呢？这孩子还想要，有钱人还想要，就跟你说，你随便找一个成婚吧，是不是？来掩饰一下，就是马上正月结婚，就这样正月急着结婚以后，那将来也是威胁，对不对？因为再一个正月结婚还有什么现象，就是与春节这个大节相冲不太好，与春节大节相冲，你刚过春节，对不对？就不太好。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不避免什么？避免阴气正的月份不能成婚，阴气正的月份，哪月阴气正？清明。啊？清明。清明。清明三月。清明三月阴气正，还有个。几月清明？
七月，七月十四月，七七，七月七月七月十五，一七大十五。因为七月十五是鬼节，是不是？哎，清明是什么？它也是扫墓的，是不是？这两月份一般能避开这两月，避开这两月。这两还是都是单月，是不是？阴气重的月。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，三娘煞，三娘煞月不能结婚，煞日啊，结婚，没听说过吧？先记了，三娘煞。这里有个传说，就是说，据说善娘这个这么个人呢，求月老给他什么结婚，但是月老老不给他牵着红线，最后这善娘很生气，就是他到一定日子他就破坏婚姻，他往往在某个月指定月那个日子他要破坏婚姻，所以从善娘煞日的结婚容易遭破坏。哪些日子是三娘煞日呢？你得记住一下啊。每月三娘煞日，每月的初三、初七、十三、十八、二十二、二十七，每个月里什么？初三、初七、十三、十八、二十二、二十七，不能结婚。这是三娘煞日，知道吧？这个三娘气挺狠的，每个月有一个日、两日、三日、四日、五日、六日，六天，她出来坏事儿。在这日结婚的时候，这个婚缘容易被破。那你将来这些日结婚的意思，你得离婚，专门破婚。你们都初几结婚的？是不是三年三月？没有，肯定有婚的。哎，那么多人肯定有婚的吗？没有的，可以后别选三年三月。还记得起来哪里？还有记得哪里？这个风什么面是部位坐着的？秦九那时候开始是什么？正开始了。正式结婚的时候。正式结婚，现在有什么正式结婚？有什么标准？正式结婚办酒席，办什么酒席？办酒席就是那个。你不叫正式结婚，你偷偷歪歪遇见他结婚呢？不是他们那结婚，这就是结婚了。你们领证是领证，领证就不属于正式结婚。原来你是结婚，好像有法律成因，但是在人们意识中正式结婚的话，那必须办酒席，是不是？哎，我是请客的。你那要是不请客，你就是办证的时候就是结婚的时候。就是。你那东西有什么难的？不想办的也分辨不清啊。算是。你要的你个夫，你非得选的多少？你这两个人都避开不得了，是不是？你选的都，你不管是办证的天和什么，都不在这个日被拖了，是吧？再一个还注意啊，这个信人及亲属的什么
生日这天不能结婚，就是你自己和点什么你的亲属生日这天不能结婚。你自己我想出个吉利，就在自己生日这天结婚，或者是说父母啦，或者其他亲人这个生日这天结婚不好，那不好啊。所以避开自己及双方父母未婚的兄弟姐妹的生日，如果双亲已经过世了，如果第五双亲有过世的，这包括上爷奶啊，姥姥妈，爷奶的忌日不能结婚。你这个是忌日的忌，忌日是不是忌日？去世的日叫忌日，对不对？双亲有过世的，包括爷奶，你忌日不能结婚。知道吧？六，一年内不能办两次婚礼，比方说一年内又想跟弟弟结婚，又想哥哥结婚，都办那一年不好。要是一年内不能办两次婚，只能一次，明白吧？说我想好事成双，别成双，这是一个。第六，一起加重直系亲属。此事断言不宜结婚。你尽量赶到什么他们过世以前，是不是至少今年不结婚了，应该赶到什么他们过世以前结，是不是一旦过世这一年就不用结婚，就不宜结婚，明白吧？就是这个习俗啊，本来家里有亲人都死了，你还有心思结婚，还有心乐，是不是？有个老伙也怎么事？就是家里也知道这个，他这个赠与的，他知道他父母啊快不行了，快不行了，就这样，现在他儿子现在今年就想结婚，就找人看，说看一下这日子哈。我看看这老太太和奶奶怕不行，尽量赶在什么这个老太太啊是没去世之前就她结了，要去世以后这一年也结不了，是不是？说你给我看看日子选一选，能在赶前别赶在后面，那家伙那个村里那老伙八百多没事选日子肯定没事，结果选选千万别碰在别碰在一起，结果结婚那天四没死，正午正要吃酒席，谁是贴在屋里屋哭了，一看完老太太死了，就正午时候，所以这马上把什么喜宴变成丧宴了，看挺准的，正好赶一块儿了。
哪怕提前一天，也不能呀。所以有那人就是说，叫你择日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避开这些丧日，是不是？那提前。所以永远是占卦的测两卦，一卦是看个老太太，什么是去世，是不是？另一卦是看什么？哪天结婚。那老师，他那第六条，那个比如说哥哥跟兄弟两个一块结婚，算不算两次婚姻？那也不行，那也是等于两次婚姻，是不是？再一个还应该注意的。妇女有特殊问题，不能在什么，在那个经期结婚，在经期就是第八，避开经期。你选的是理论再好，这也不行，是不是？得避开经期，你这太狠了！你要再经期，你这家太狠了。结婚呢，这结婚和不结婚的一个样，所以得避开。主要是这么几条。再一个，我应该很关键一个很条。很关键的啊，结婚天不能下雨。结婚子日，尤其什么是中午，不能下雨。你必须得看天气，就是说结婚呢要下雨啊，十个啊，基本上有九个半的离婚，婚姻不顺。因为那个下雨就等于眼泪一样，结婚都不顺，你不离婚也是打一辈子，流一辈眼泪，所以都避讳这个结婚。反正我看了好几个是结婚，结婚这天下雨都离了，不死则离，反正就是眼泪。再一个，本来结婚天希望天，好一点，是不是？心情也好一点。你一下雨，人家婚礼都不能正常进行，是不是？再一个，还得避开什么？大雪、大风。避大雪大风天，所以有那事给你看这个这一天好不好啊？这不少人关键是看天气，那天气好，你看你选的日子多好，那天，对不对？你要是下雨或拉风天，你看选什么天，是不是？咱就不管是理论好不好，起码你看这天不好，对不对？所以应该什么？首先有一个好天气，这是关键。有个好天气，就有一个好心情，对吧？那你得摇一下卦，你定了这个日子，摇一下卦。看看这一卦的天气怎么样？这一天的什么？结婚当天天气如何？当天天气如何？这个很关键啊！我一般给他们学结婚日啊，
肯定的看见，片子不好我就不选。你这里摇卦涉及到一个一年，那一年就是说，你比方说定哪天是天气，你晚上不用管，就管什么白天，是不是？白天，你看白天，尤其是什么八点到什么下午一点之间，这你就主要是白天，你一年是。一年是怎么一年？我给你设定一个一年啊，你可以自己摇，要测。咱比方说，8月12日，一年是白天。比方说这个地方是什么？是什么市什么县？比方说，比方说大连、长海县，天气如何？这么一年，你看有时间，白天。地点儿，是不是？天气如何？这么一年，缺你不可。你说就一年就想8月12号这天天气，那肯定不准。为什么？这个全国8月12号天气又下雨又不下雨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地点，你要是一年说不是白天晚上，要晚上下雨无所谓，对不对？你要是白天，你这个当年你是你一年是在阴历啊，或者阳历啊？你首先你不管阴历阳历都无所谓，你是不是你想阴历也行，想阳历也行，这个日子不带差的，对不对？一年按阴历算，你要阴历这个事，你再查阳历是哪一天为，对不对？也都不带差的，你可以想阳历，你可以想阴历这天怎么样就可以了。你要阳历可以选另一天，就是另一个。只不过按阳历号就可以了，必须这么一年啊。要指明到什么县？你如果是在城市里，就指到市。但是有那市下雨，可能下个村下个县不下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尽量有县的就指挥到县。如果你就在市区住呢，你就想到市就可以。那么起这一卦，天气好不好？这一卦就出来了，日月见。你当时起卦不是用这天的日月见，而是用起卦当天的日月见，用起卦当天的日月见来判断。这个卦象就代表那天的天气情况，你不用用进行时来看，明白吧？这个卦象就是当时那天天气，而且你一年在白天就是也是白天，晚上都不管，你保证白天就可以，是不是？你要是晚上下雨，白天晴，你更说明你水平高。你看，晚上那么大雨，白天还晴了，是不是？或者你白天晴，晚上下雨，它也是，白天下雨也是的。那我结婚也就历经历了那么一次。挺险的，那得蓝香是一宿没睡觉。因为呢，我结婚当天都是我选的日子。我当时说的是什么事儿？在2000年的时候，当初我那阵是有个学员上我那学习，他说：“曲老师，你看看你多少能结婚呢？”完了，我母亲说：“猴年马月吧，猴年马月能结婚。”意思遥遥无期。我说是马年啊，猴月。我说马年猴月，猴月是哪月？肾月。我说那马年就是五年呗，就是2002年。结果我真是在2002年结婚，
咱结婚要选日子的时候，我把这事儿都说给那个南向人对象听，他说，啊，我就偏不选在七月，你不是说七月，那个就是决定在七八月要结婚，偏不选到什么七月，我就往八月，结果八月选都没好日子，最后还是落到七月，面对七月，面对七月二十八，七月天，结果七月二十八，面对七月二十八那天晚上，七月二十七天晚上，也有一些学员过来参加我婚礼嘛，完了。他就安排在宾馆了，那天呢就下大雨，晚上这是大雨啊，到三点钟啊特别下，他呀一宿没睡着觉，说这天气是不是好像是我也没说我测天气了，他就心里一宿没睡，完了有些学员呢就看他那个就知道他的肯定是担心天气，完了有学员安慰他，徐老师不会测错，放心吧。结果到第二天五点钟，你看星星就出来了，再一直到第二天全是晴的，他才放上心。那我也念吧，傍晚也是下大雨啊，那是因为学员来了一块吃饭呢，正好冒着大雨，就是那头天晚上，所以这天气啊也很关键，要是我那天下雨自己还就是头还给人讲呢，别测试找婚姻真是好点，自己都坏点，这捏了一把汗。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天气特别重要。那么这个结婚日怎么选怎么摇呢？你得有个哎我忘了这个天气怎么测啊，人不知道。那么一般父母爻发动或者暗动，你在卦中暗动说明什么？你一年这天白天，这白天肯定有雨，明白没？父母爻发动，不管明动暗动，说明这天有雨。如果复动化财爻会有克，属于什么？是先雨后晴，明白吧？先雨后晴。如果是财爻发动化父母呢，属于先晴后雨。只要发动就是没有雨。如果父爻和子女爻或者父爻和什么和财爻同时发动呢，说明什么？这一天是晴雨交加，太阳雨，时晴时雨。时晴时雨，雨量大小看什么？看父母爻的旺衰，旺则雨大，衰则雨小。旺则雨大，衰则雨小。那么你要是如果是在北方看季节，如果是北方的季节就属于说父母爻反动可能是下雪，明白吧？父母爻反动可能是下雪，你别选这个日子下雪了，连车都走不了了，结婚也不能正常进行了，是不是？或者下大雨，都出不了门了，结啥婚？新婚穿的衣服一出门就浇透了，这下妥了，洗个色儿。如果兄弟爻呢？兄弟爻发动说明什么？有风。说明有风。月旺
光明动暗动啊不算，越旺凤越大啊。凤越大越弱，凤越小。凤大概一定程度也不行。冠鬼爻代表什么？雷。冠鬼爻明暗动，说明什么？有雷声啊。你要是冠夫同动，是雷雨交加。冠夫同动，雷雨交加。好，起出的卦是什么？青天什么表示？青天就是子孙爻或财爻旺动，青天表示是卦中子孙爻或财爻旺动，或者财爻反动也是个起吗？如果它妄动，说明格外轻；如果反动着绣球，说明什么？有点什么云彩，明白吗？有云。如果六月安静呢？六月安静怎么办？动不动是怎么办？没动了天，那就是说你测卦当时是什么天就是什么天，你变，明白吧？哎，六月安静是什么？它没变的意思，对不对？你就是测卦当时是什么天就是什么天，懂不懂？测卦当时是下雨，那就是雨天；测卦当时是阴天，那可能就是阴天。懂吧？这都是经验啊。我觉得这个测天气很重要啊，是不是？你不管那日子选的理论上好坏，起码保证这天气没问题，是不是？你要天气不好啊，你说是龙叫啊，说这天好，人也不太相信，是不是？我选什么日子，那天下雨，啊，婚姻都没正常结，是不是？该办的东西都不能办，给新娘子浇透了，感冒了。在有那人给你选这个日子下大雪，大雪封门，车不能走了，结婚结不了，你说这天好啊？好在哪儿？对不对？所以你选择的日，咱不是说像有的人说日子选不好就是家破人亡，日子选择好就保证他一生富贵平安，能那样？他没有那么大威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日子选得好，就保他一生平安，那可能吗？保他不离婚呢？我因为不太可能，对不对？你八字有离婚信息，你选好日子照样离，对吧？只不过为什么要选日子？是能你把这件事儿在这一天顺利进行，对不对？选日子作用是吧？作用是能让所做之事顺利进行，这是作用，对不对？你选个好点，起码呢，它不耽误事，是不是？
你不能保他什么，保他婚姻好，那你也太有能耐了。我选这个日子保你发大财，比方说摇出破财卦，我选个日子叫你这天开张，保证你以后生意兴隆，能那样，能那样就好了，是不是？那能那面啊，就择日这个银子就可以开一千遍，为什么？他选个好日子得了，这天就开一遍，就开一遍，选好日开一遍，选好日开一遍，能那面是不能啊？那今天我上中午有个这有两个老总来了，就是那个叫居鼎的那个，起名叫居鼎的那个，今天那个老总来了，他又拉了一个银子啊，来预测一个，再一个就是也是公司的起名。那么他这个这家伙怎么一开始来的时候，我那会儿就跟你说过，他鼻子这块有什么，有那个红色那个什么线儿，我说这要破财呀。他真是那只破财了，脸色不好。今天来了一坐那，我看脸色特别好。我说肯定是了，今天这下运气特别好。他说自从你这起这个名后，这八天你在这八天挣多少钱？挣16万。他说八天赚16万。他说这名起的好，他说实在是。其实我心里这不是咱名起的好，他也有这运气，是不是？他就以为这名起的好啊。这八天赚16万，我于是就把那个老总还拉来，你看，说你这名咋起的？他也老起，而且告诉你，你给我起好名，保我能发财呀。其实咱起名并不是说，还没注册呢，这么大力量吗？他这个他印替你有个什么暗示作用，他以为就这名起好，对不对？其实咱说实在吧，不认识这个名帮他起那么大作用，对不对？那他就往那想。我看他脸色好，我肯定给你讲好。还有的人曾经说：“哎呀，你得保我，保佑我，保佑我发财，我别面上佛了，有不少人的。你老板，你得保佑我。”这好像我这一句话，我说什么，这能起到什么翻云覆海的作用，还是保佑他？我说我保佑不了你。所以咱要做好这行，人家把你当神看，对吧？这个天气知道怎么看了吧？就是这么方法，其实很简单。再一个，怎样通过八字和六爻选结婚日子？这个有这么几种想法，你要通过双方八字，你都得要嘞，对不对？双方八字要了以后，得选。如果八字俩日干相合，子日这样，他俩如果日干相合的，你选什么日子？最好选双方引化的日子，明白吧？选。双方引化之日，比如说是一个甲日干，另一个是己日干，应该选什么引化日？可以选化戊己土和什么丁巳土或者天干土日，懂不懂？或者丁巳或者天干是土的日子，可以引化。日干相合的情况下，日干相合不是己，是相。
欲盖相啊，殊胜。如果日干相胜呢，比如这是丁日和丙日呢，你得选这两个任何一日都可以，明白没？嗯，或者火日或者木日都可以，听懂没有？如果日干相克呢，通过，嗯，比方说辛，就选水的日子，最好是天干水，你说可以通过的日子，选水的日子。相克选通官，相冲呢？比方甲庚冲，他选什么日子？选住补克吧，选住选乙日，把它合住，到合什么？合庚的日子。如果是乙辛冲呢？选丙日，把它什么？合住，把辛合住。你看丙壬冲呢得选丁日，把壬合住，懂吧？合这个主克法，年柱相冲呢怎么办呢？首先得解决冲的问题，合就不用管了，是不是？解决冲，凡是和着年相冲和着日相冲，有冲的就解决冲。冲什么？就是合住什么主客主冲法那一日啊，主克主冲法，包括月都可以这么选，不管他选月选日都可以这么选。这是八字选日，但是这八字这个选日还应该注意啊。如果是，还有样有那要求是什么呢？他要求释放在星期六，星期六和星期天有那什么要求，对不对？你首先得问好人家是吧？想在哪段期间结婚，哪月份，对不对？你是根据他提供这个范围给选的，对不对？说哎，可能在三，或者在什么？四五月都行，是不是？但是要求什么？必须星期六或者星期天。那这一般上班族的往往爱选星期六、星期七天，对不对？你的还得选择星期天、星期六，还得注意是单双日，还得考虑避开的一些事儿，挺难选的。你选定这个日子，还得看天气好不好，天气不好还不能选。有时候啊，就是你这几个月里选出来一个好天，是不是？那怎么办？有时候你选的好日子，和黄历牌写的不一，你又怎么办？那也就是说，你就提前告诉他，我不是按黄历牌那个什么对大众的不准的，首先讲明白，然后你再告诉他，我选的日子和你有这种矛盾的，以我为主。明白了，你别不说，你要不说他也看着他那怀疑，你再他怀疑后问你，你再说，是不是？那就被动了。所以你丑话说在前头，他就不会说你，对不对？明白了，一定要什么先入为主啊！你要先把这问题说完了，他看到黄历上写的跟你俩不一致，他也不会找你，他也会相信你。一旦你没说到，人家到黄历牌看看这日哈，我一看，哎呀，他这写的不急，一闹急他就打电话，完了你再解释，是不是？完被动了，是不是？那就被动了。
你得先说，咱尽量要求什么和黄历牌上的择吉日，就是建出满平定的那个一致，对不对？再一个，你就提前一会儿说，您说这个日子啊，你这个月没有好天，没办法，没有好天怎么办？想完全好都不可能一塌糊涂。再个六爻选日子，八字选日子就是刚才那几种方法，明白吧？六爻选日子，这个算法呢，任何一个不管男女的爻卦都可以。他通过什么？爻卦选日子。那这个意念怎么意念？爻卦是需要意念，因为他这意念必须定一个范围。比方说，阴历六月结婚，哪一天好，就这么意念，他必须锁定范围。或者六月，或者七月，打比方他有这意念，说六七月这结婚哪一天好，明白吧？结婚的人家都挂，还是挂事啊？在这挂。你要挂是你结婚吗？是不是？那是肯定是结婚者要的挂，对不对？你再说，是入洞房是我入洞房好的，是不是先经过择日事，然后他才入房？哎，你择日时你也跟他蹦，那一般人都去择日。还有说，你这日子不好，必须得破一破。完了，你破了。这个一年必须说，他的月份在月里的哪一天好？那么爻是卦，如果他看是爻，鱼是吗？女的这个就是事爻与官爻，看事爻与官爻，女人爻，哎，事爻与官爻如果是相克，找什么通关的日子，懂不懂？这是对于这个选的哈，选日子以地支为主。你这个用六用四柱选这个日子，因为主要是看干。你如果一字的就字相冲，是不是？那主要是在年字来说，相冲是就是说用字化解。如果在天干有问题，就用天干的日子化解，懂不懂？哎，这个选日子，因为这个六爻主要是地支没有天干，对不对？所以选日子以地支为主啊。比如说是土克水。得选近的日子，一直近的日子。如果是要克官爻，那也得选中间通关。官爻克是爻，都是得选什么通关日子。那么官爻和事爻不相克，那怎么办？水弱补水，明白没？官爻和事爻不相克，水弱补水。比方事爻弱，就选帮助胜助事爻的日子，懂不懂？胜和助事爻一日，但是注意啊，你不能胜助事爻，也不能去克官爻。懂不懂？你可以助事爻，
经常被选圣师爻，因为有可能是你圣师爻这个日子还是客观爻不行，懂吧？你比方说四卦爻，卦爻是土，卦爻是虚土，对不对？这是四爻，那比方卦爻是虚土，这种情况下，你我说我选生日，我选个什么卯日，倒是生时爻，但是呢，去克卦爻，克的寅日，是不是？克卦爻不行，要注意啊。那就不允住时爻的，对不对？还不允许选四五的日子，对不对？如果是四爻，四爻是四，就选四五的日子。听懂没有？如果时爻和卦爻相冲呢？那他合住主冲方，看谁把动，就合住哪个动的。势动克冲克卦，就合住势；卦爻动冲克势，就合住卦。一定要选六合日子，别选三合日子。因为三合你不可能这一天跨俩日子，对不对？行不长，得选六合日子啊，别选三合日子。如果冠是同位呢？那就不如就选一个什么，他俩胜他俩的胜的日子，或者什么柱日就可以，胜柱子日就可以。俩是在一起的，冠是同位，就是胜柱日。这是男厕女厕，男厕呢就是势爻与财爻之间，如果势与财相克，给他选什么通关的日子，选通关的日子。相冲呢的合住主冲方，相冲合住主冲方，相冲合住主冲方。这个四财同位呢，胜柱，就选胜柱日，四财同位，选胜柱之日。财和势相胜呢，这种水弱补水，明白没？财和势相胜，水弱补水。水弱就补水，势弱呢就补势，财弱就补财，水弱补水。好了，休息吧。